奶乎乎的草莓花篮教程来了。六个扭扭棒做一个草莓，一根扭棒对半折，量出六厘米，扭两圈，两边扭棒往上折，扭棒从后边穿入，反过来一边也从后面穿出来。顶部捏尖，扭棒捋直，尾巴扭紧固定，推出一点弧度，尾部放时指向后翻，多余尾巴剪掉。一片草莓瓣做好了，一共六片，一根绿色扭棒四厘米处折一下，2.5厘米的位置扭两圈，折三个相同的小揪揪，尾巴扭圈固定，叶子捏尖。草莓地需要做两个，两个放齐扭一起。草莓地打开后再往里扣出弧度，一根绿色扭棒对折做叶子，量出六厘米扭两圈，一边扭棒齐平，中间扭棒再折一下，从后面穿出，和另外一边扭棒扭紧固定，捏出尖尖，推出弧度，做三片叶子。一根白色扭棒在笔上绕五圈做花朵，两头扭两圈后拿出笔，长扭棒从圈圈穿过，再和另一端扭紧，圈圈打开轻轻捏一下，转半圈，花瓣往上推点弧度，需要做三朵小花。一根十厘米黄色扭棒捏住一端，绕圈圈，多余剪掉。小花心需要做三个，花朵中心打胶水沾上花心，草莓瓣一边打胶水，沾上一片草莓瓣，一共沾三片，另外三片同样的方法粘起来。一张纸巾对半撕开，揉成小团，塞进草莓里更不容易变形。一边草莓瓣打一圈胶水，和另外一半粘一起，两个按压时间久一点，草莓地里面打上胶水，粘在草莓头上按压久一些，用花艺胶带缠绕草莓茎，三朵小花也缠绕好胶带。草莓上刷点红色眼影，会更灵动一些。草莓打一点点胶水粘珍珠，珍珠大小是3毫米的，珍珠数量根据自己喜好添加哦。一根15厘米的花杆缠绕胶带加花朵，三只花朵错开缠绕，这样一枝花就做好了。10厘米花杆缠绕胶带加草莓，草莓比花杆高3到6厘米，再依次加入三片叶子，整理一下叶子，一枝草莓就做好了。一共做4枝花和11枝草莓，沿着边缘把草莓插在篮子里，草莓茎长一些的可以打弯一点，中间边加入花朵，草莓根据自己的喜好高低错落，另外一边先加完花朵再加草莓，这样草莓花篮就做好了。秋游带上拍照氛围感满满呀。